哎、欸，会不会跟我打、啊？这一辈子都吃不了鸡啊、嗯？不会啊，你死了就行了。我去你的、啊！你坏死了。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没听过，不想听。队友祭天，法力无边呢、啊。我不想听，我把耳朵闭起来了。哼，你就是个猪。你才是个猪。说好的闭耳朵呢？你这个骗子。小老板，我来啦，老弟。一个在黄标，一个然后一个在三层。看到他出来了，在最右边那一个，我要打他了。你可以吗？他在树，他没有掩体啊。一六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S 那边，稍等，稍等。你要绕一下吗？倒了吗？Nice 我、哦、好了，走一起走一起。他队友呢？见死不救，见死不救啊！不是每个队友都像我这么好、啊。哎呀，你真敢讲啊！要不要摸过去？哎，补了他了，给他一个痛快了。好了，小老板送你走。哎呀！哪里？哎哎，二楼，哎呀，把你的货丢雷了，这个破街，小心！哎呦哎呦，我被炸了！哇 ，the fire 的后哎，哦哦，很痛，非常痛！你看我的血条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没血了。他在哪一个的？什么颜色的？喂，好听啊！啊，吃饭了不？嗯，在干嘛不？佢话你哋想结婚啊嘛，想结婚可以叫阿妈老豆嚟讲，几时结婚都得。你唔系将你做坏。呢种事咧，喺中国嚟讲咧系坏事嚟嘅。如果你哋中意咁样行落去咧，我哋冇话讲嘅，好嘛？我哋唔系一路人啊，阿姨。祝你那个成功啊，拜拜。哦，很烦啊，很烦。哎，小老弟，260，他260，对。对他绕了，他会绕左边，来给他一个，来，左边。稍等，我要填电子弹。好。是雷的阿姨是不是？不是，是我女朋友她妈。哦，哇，你接，你接没关系。没有，不想接啊，本来以后要叫岳母的，但是我真的不想接她电话，因为他们家。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，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两个政策不一样的地方。就是你说，如果要聘金那些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如果只是聘金的话，那是真的是小事啦。但是，啊，很过分呢，他们。你别伤心啊，还有我呀。哎，你拉倒吧。我在你的屁股后面。哎，是的，你。开个玩笑，你姐姐多大了？我姐姐比我大很多哎、欸，三十。那你多少嘛？30啊。啊，算了，打扰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这样？没有啊，女大三还可以抱金砖，但是这也太大了。看到，哦，他拿一个喷子啊，挺倔的，打他。小老板，哎，不能近身，近身无敌。我拉一下。倒了吗？没有。你吓他是不是？好，我去。对。OK。哦呦，给他一个身。哦。我一个肉身哎、欸，肉身吃子弹啊！可以，一下子喷不到两个人。哎呀，我被他喷满脸了，兄弟。哎呦，为了补偿你这个包给你了，你舔吧，我去舔另一个。我不要。赶紧的，快点！我要你秀秀我。我不秀，走开！小气，哼，你是真的小气啊？还好吧？到底不是聘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比聘金更恶心啊！哦，
按照正常来说，哎，你们那边的聘金是多少钱？我们台湾其实很随性的。啊、有多随性？20万要不要？就是不给也没有关系。啊、真的吗？不给也没有关系。来，给我介绍两个。哎，我们不给也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些地方这个身份比较高的，可能就蛮多的，就不止20。身份比较高是几个意思？就是我们这边哎 ，range 很广啊。有人对不对？哎呦，他在舱里，他在舱里，他在舱里。别闹，别闹，别闹。我在你后面。看到没有？压过去吗？哎，我们这边没有掩体，没有掩体啊，小老板。我们这边很吃亏了。我在这边，我这边，我在这边。出来打不打打？找一个，好，还这一个在20树25、欸、25树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先不理他，先不理他。我这样，他看他救不看他救不救他队友嘛？没关系啊，这一队吃定了。可以啊，他闹了。哎，不用慌，不用慌，不用慌，浪费子弹。我子弹多啊，兄弟，两枪还不死啊？没了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赶紧走吧，我们要走了。他们给送个车过来，好事啊！哎，小老板，装备挺不错的，还行，三级包啊。这个厂是那个，这个圈是那个机场，所以要穿吧。你想要带我去哪里？我想要带你去打仗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。打仗哎、欸，土耳其在打仗哎、欸，你还浪漫？你疯了吧？哎呀，跟你到哪里都浪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赶紧给我介绍个妹子。你就有女朋友？你这个负心汉嘞！换你一个啦！啊！那你就有我这个男朋友了，还要女朋友啊？哎，男女朋友都要嘛，我全都要。那我真的给你一枪，给你崩下去，跟你讲。你这样崩下来，你会失去我的。我还是想知道到底是哪里。跟女朋友那边，哦，我女朋友啊，就是阿姨怎么了？没有，他们，哎呦，他们家是想让我家在我们这个城这个地方的城市，然后买套房，但是要我家全款，而且名字只能填我女朋友的，然后我女朋友也不乐意。哦，你女朋友就是也没有那个需求，但是。啊，长辈们，长辈需要就对了。哎，反正就是很恶心。哎，这个爱子亲切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是爱子亲切啊，其实你知道安吗？安知道啊。然后他们家长辈，然后要我们给钱。哦，好吧。然后你以为很少啊？一个人20万呢、啊？哎，人民币吗？肯定人民币啊！哇，20×54啊，就将近100啦。对啊，哎呀，好吧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还是很喜欢这个终身伴侣，是可以考虑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别你在哭是不是？闭麦哭是不是？没有，疯了吧？没有，我在给你找那个东西。在哪里？330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好，现在应该是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。看到，你能打吗？打他了，打他。啊，你死了。没事。啊，他是吉利服啊，我看。我要救你吗？这个不用不用，救不了，没法救的，你加油打吧。我已经把局面打了那么。哇啊！哇，我掉雷。抱歉抱歉，我的锅。你会不会跟我打、啊？这一辈子都吃不了鸡啊？不会啊，你死了就行了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